错，别人说什么不重要。小时候，师尊曾经问：为何持戒？手中持戒，方能保护身边的人。恕师父，要取你弟子。你真的那么不开心吗？传闻你也敢传，该死！你要寻思包庇这个叛徒吗？我什么地方做错了？是杀了这么多人，还是爱上自己的师父？什么叫爱？倘若你遇见自己爱的人，无论怎么样都不要错过，因为眼光是一时的，而心痛是一世的。